在哪？新开在哪？我看到了，明明就超在意的，还好啦，不在意，不在意。我去田心修干嘛？我又不会为了比赛去别的球队。我在新海，我跟你们讲，我在新海已经从2010年，我到现在，我到新海已经在6、7年了，好不好？我在新海6、7年了。我到，除非到新海解散，要不然我就只会在新海，我不会跳队伍去其他队伍。好不好？在新海7年啦，我没有管买啊，我没有管买啊。我一车要去行啊，还跟你坐好哈。新海三豹会合体吗？新海三豹在玩的只剩两豹啦，豹帮已经走了。阿邦已经没有在玩这游戏很久了。骑士界的嘞，骑士也散啦，操你的！夜影去带甜心修，然后小草去带 DN， 因为 DN 状况比较惨 ，DN 只剩小潘，其他都不太在。然后我就去问 DN 红茶，问说能不能就是请你们回来，然后帮我们这次比赛贡献点心力，然后参赛这样，然后花点时间在这时间上。然后他们也是因为时间问题，就是有点谈不拢。后来就是我跟红茶讲好，就是比赛就是在六日。啊，所以红茶也回来了，所以 DN 的阵容应该就是小草跟小潘带两个老屁股，应该是这样啦，我不清楚，大概是这样的阵容。然后夜影大概也是，夜影也不一定会上，他说他想把机会留给人，但是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是跟他讲说他一定要上。不过我跟你们讲，其实朔月去也没差，因为Moon其实。现在这种车种的话，就是要让大家实力悬殊不会那么大，所以我觉得其实没什么差。哎呦，我国中会考机车啊！啊，对，还有佛星也是DN的。DN 金鱼，以前金鱼很强哦，现在金鱼不太行啊。我等一下就关了哦，我玩到10点半就关了。我10点半之后，我还要去弄一些事情。喂。
喂，喂，我刚跟观众聊天呢、啊，关麦啊！你开到几点？四点半、啊。嗯，我四点半休息啊。黑豹哥，嗯，要不然问？嗯，好啊。什么？你？哎、欸，哎呦，大喊断开！吓到我靠腰，为什么踩到、啊、？Sorry， 哦，卤蛋一打四啊，好猛！上啊，冠廷！上啊，上啊！或者你一直失误啊？得罪了，得罪了！保批，保批。哎、欸，赫密在、欸，哎、欸，他想，赫密在，走、哦，赫密在偷练呢、欸。所以赫密拿主意啊，那个什么亚欧小峰哦。他找谁？精彩啊！精彩，好久没有听到这个名字了。完全欸。哎、欸，太多品质妹了，我不知道谁是谁了。靠，你去这干嘛？小智，小智，小智，我要被发了啦！遇到，哎、欸，我一直被包围啊！过钱，过钱！哎呦呦呦呦！谁自杀了？干，好乱啊！我刚刚。豹哥前面跑爽爽欸啊！下车啊，豹哥！来吧来吧来吧
不要！不能讲了，我活着。好，后面掉，后面掉。No！ 耶，都杀不死啊！是啊，杀不死啊！好吃怎么那么远？白痴哦，三圈一分二十哎！没有，我认真跑就把麦克风放旁边哦，就不讲话。认真跑都嘛这样。白痴啊！后面被打乱套了，跑那么爽。好了，我先下了，洗澡，拜拜拜拜啦拜啦。好，各位观众，我也先下啦。嗯，就大家多多支持这比赛好不好？小弟跟资讯站的第一次合作，希望他是有搞头的、有看头的。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大力去推广，让你们身边的朋友知道有这个比赛，然后让大家来看，好不好？让大家知道这个比赛。来，我先下啦。